主持人好，我是来自广东中山的一个高中历史教师。我时常在课堂上就跟我们的学生们讲，历史地理本来就不分家，所以在教授的时候，我经常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在一起。有的时候我会用我自己的一些擅长的，比如说在黑板上绘一些世界地图、 手绘地图，用这种轮廓性的方式，让他们更形象、更直观地去了解祖国的河山和世界的容貌。谢谢，谢谢王老师。